門去到美國那邊求學研究同埋做資訊企業呢33年裏邊，咁我最初係對物理特別熱愛，後來咧就去咗太空總署啦做研究啦。咁就係研究太陽物理啊，用電腦嚟到做數據模擬啦。其實我兩個專利咧都係喺資訊科技方面嘅專利嚟嘅。咁今次翻到嚟澳門咧，榮幸有機會咧入嚟澳門大學書院服務。咁我係希望多啲培養佢哋喺多元化發展，特別係創新方面啦，即係將譬如技術啊，同唔同嘅人文啊、科目啊一齊埋咧，將佢哋嘅眼界係擴闊啲，不單止喺澳門。特別是呢個粵港澳大灣區，即係譬如去那邊做實習啊咁樣。咁當然有部分同學可能係會繼續升學啦，到外國去做研究啊、求學咁樣，多元化、多方向發展，我覺得是對澳門發展很好的方向。